00后内地流行音乐歌手钱正浩于9月2日在北京机场现身，预备飞往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开学报到。照片中，钱正浩身穿黑色短袖、浅灰色休闲长裤，戴着棒球帽和细框眼镜，自己推着行李车，显得十分乖巧。而拉近镜头后，却发现钱正浩下巴上满是痘痘，皮肤状况堪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